还真的有哎，还真的有哎，我以为是开玩笑哎，哎，还真的有哎，各位观众，还真的有哎，看他保持点距离。哎，已经有人到了。怎么可能？先捡这个，先捡。我感觉这一场这边没有人。哎，感觉这边这一场没有人。刚刚那场加八分呐、啊，我觉得比较奇怪的是，我这上不去，我用那个好钩锁，多一个消音器 NC 的话不用了。我想测一个东西，我想测一个东西，各位观众，有一个地方啊，我看到有社团说，等下我先讲，我看到社团有说一个地方，哎，上不去，他这样怎么上去啊？还真的有哎、欸，还真的有哎、欸，我以为是开玩笑哎、欸，哎、欸、还真的有哎、欸，各位观众，还真的有哎、欸，然后给各位观众看到了哈，这是我今天起床看到社团里面出现的东西，我就不尝试给大家看喽。社团居然有真的东西，我看社团有人 po 啊，就是那个。上面有东西，有那个信号枪，然后我想说这是他故意放上去的还是真的有啊，然后就一直不确定这样，然后后来看到我就想说我试一下好了，结果真的有，很意外，意不意外，惊不惊喜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啊，各位，这是真的，不要这样嘛，不要人身攻击我们的恐龙嘛，很可怜哎、欸。我的恐龙很可怜，在我对不对？是真的比较慢一点啊。哎、欸，这个是 AI 还是真的？AI 打人有点。官方啊，你们 AI 是不是做的太强了一点？AI 打人真的很准呢、欸。我想这边也不会有能量的感受，差不多啊。怎么一直有 AI 来找我？
那观众不是我要打 AI， 我要走人了，他过来找我打，我也没办法。送上眼前的分数，难道我就不赚吗？把它放在这边，可怜兮兮的给其他玩家赚，不行，我们是一个善心人士。不是，是就算是善心人士，你 AI 也不能闪过我的那个嘛，对不对？闪过我的车，这样是不对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样是不对的。我先打个止痛药，这扇门有开过，是 AI 开的是不是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标题目标点，哇，这个距离有点奇妙。神秘道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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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魔刀啊！所以我们可以继续走了。标题目标点。我的油勉强够一罐，飞碟笋。这还有机会吗？刚刚看好，刚刚看好，搞不好有机会，搞不好有机会。飞碟爆了，但是人不见了，只有一个尸体包。我观察一下。哦，我大概看懂发生什么事情了。我大概看懂发生什么事情了。我大概看懂了，我大概看懂了。我大概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？来，我先把这个捡回来。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人呢，他急着把这个我们的飞碟打爆，但因为他太急了，所以呢，他不小心连同自己也打爆了。对，因为他站在飞碟旁边，所以他就爆了，就这样，对，就这么简单。他们继续找货柜上好了，有人哎、欸，他有能量双枪哎、欸，你要出来吗？谢谢。对，他有能量系列子弹，还有扩充弹夹，有人。AI 吧，跟他打一波吗？打，哇，他很派呢。我试试看啊。他去圈外了。他要入圈了。我想舔那个包，但我不可能舔到那个包。你先等他停下来，他应该会找一个地方停下来。这位置我不好打，而且圈也在说我飞碟可能会送给人家。我先打个，人在打。他两台在打，
我需要找个地方装个子弹啊。这栋铁定没了，那个子弹。看到了，他要过来了。再见。他缩回去了。我刚那个包也没得捡了，他在圈外。或许有个机会啦，但是他看不到我。我再打个止痛药，等他远离。我想去圈外捡那个包。我捡捡看。他想再传送一次，我还有21秒。我一定要等他离开。他跑掉了，现在。完没有我要的枪 ，AUG 倒是有，要不行，不行，我的血不够，不够捡到那把 AUG 来不及。那一只好像在楼下吧？还有两只在哪里？这边一只吧，对不对？还有一只，17秒，没看到人。这边一只啊，另外一只，我要先找到另外一只。另外一只在房子里吗？没有看到位置呢。咦？那另外一只嘞？不是三只吗？加我三只。我看到那一只，我看到那一只，等他们两个打起来。他往旁边晃，两只都要过去，很好。不行，这个。哎呦！那我需要弄个子弹。跟他保持点距离。再见，再见。我没有开自动开火哎，我没有开自动开火。哎，我真的觉得。我不知道能量双枪，我觉得我比较会用能量双枪空降射击，好像比较准一点。然后我用步枪好像就打不准，空降的话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N416 啊 ，AUG， 我在训练场练了一下，好像都不太行，就是我很炮啦，就是 N416 啊 ，AUG 啊 ，Groza 我没有试过 ，Groza 我都拿来打近战啊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哎，我想一下 ，N16 A 好像没有试过。打冲会扣分吗？看人吧。打冲的话，扣分的几率蛮高啊。你如果打的没有很稳定的话，就比如说你打很冲，可是你的一个失误你就掰了，对不对？有时候，你打很冲，你刚杀完人，你残血了，殊不知有一个人狗在旁边，躲在一个房子的角落，然后你刚好残血打完人，你要来补血，你就被他偷掉，那你会不会觉得很不爽？会嘛？那不爽的之余呢，你是不是会觉得这场好可惜哦？如果我这个杀了一堆人，我又可以打到吃鸡，我加的分数就会很多，因为大家知道吃鸡加十分，对不对？大家知道吃鸡加十分，那你在这样的状况下呢，就很危险，有点像在赌一把的感觉。对我来说啦，当然我枪法不是很好，所以说我用打这个方式当然是比较稳。标题嘛，写了这个先保分稳传说吧，对对对。